这个功能挺实用的。兄弟们，斗胆预测一下，看完了苹果发布会，16 Pro Max 将是苹果近几年的这个几代产品中销量最为火爆的一款。为什么近年来整体经济环境不好的前提下，还能说这个16 PM 肯定是大卖？这是我看完发布会总结的以下几点哈，听我一一给你道来。说说最吸引我的第一点哈，就从这条我都得搞在里面。游戏党的福音啊，用那个苹果手机打游戏，很多人反馈啊，玩一玩呢，手机发烫。然后呢，动不动呢就开始掉帧，变得卡顿。16 Pro Max 将使用最新的石墨烯散热系统，优点就是导热性更快，散热性更快，将完美解决手机发烫问题。第二点，续航焦虑，它是目前所有苹果全系列的手机中容量最大的，4766毫安，待机提升了8%，并且充电由原来的20瓦快充，现在已经提升到了40瓦。苹果用户用20瓦用了多少年了？动不动安卓虽然说赶不上安卓的这个动不动120瓦的，但是40瓦的知足吧。处理器这个 A18 Pro 这个不用过度介绍了，咱说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强这个处理器，没毛病吧？多了一个这个相机按钮，支持不同手势的这个拍摄，然后左右滑动可以这个边角缩大缩小，然后用力一按呢就可以快速拍照。这个功能哈，对于这些做自媒体的，像我这样拍视频的，这个功能挺实用的。再一个，大家看那个发布会啊，可以注意到16系列光讲那个摄像头就得讲了半个小时。它主要呢就是由原来的15 Pro Max 系列的这个2400万的超广角像素，提升到了跟主摄一样的4800万像素，这个可以拍摄到更好的这个光线。对于像我这种呢，经常打游戏，并且拍拍视频的这个小博主，以上几点提升，完美的 get 到了我的点，必须入手。9月13号，官网可以正式抢购。还是那句话，16 PM 今年必爆，抓紧官网抢，抢到了，当一波黄牛，几千万到手。